something or are you?乖乖，我有点水冷了。冷了就拿出来吧。那个吃完了蛮紧身。嗯。你把这喝点凉，然后带你进去。谁都睡得着。你不怕我冷吗？我搬去。我也带凉。现在长大了，长那么少了，慢慢跟了。现在，对呀，那我做往里煮一点，然后怕饭了，往里边煮煮。你往后面煮煮。大姐，我现在长大了，不好跟长了。啊？我现在长大了，不好跟了，不好跟了。你在那靠着呢吗？呢？我看你还跌倒了。我把你换的呢，太麻烦了。时间长了坐着，坐进去一点，你坐在外面，那个脚吊起来肯定会麻的。麻的了，太麻烦了。我给你绑上包包，然后你靠着啊。你抱着呢，你抱着。来，我站完你俩也紧张，你没紧张？先脚放这里哈，钱我也没拿来。走，走，要一块钱。哎呀妈！哎呀，搞不懂了，到上班了。这样靠靠呢。嗯。快点的，再往后挪挪，就这样挪。怎么是的？有点。我敲坏了。哎，这样斜着好吧？斜着往上走。大家放好了。好了好了。那需要我们就总结啥呀？应该是现在那肩脚现在麻不麻好？好多人都稍微坐一下，让一下他们，就先去结个手的来。他们就给他说，我拿了鼻子，我都不想了，晓得不？白天下来操干了。起来走走呢，腿麻了是？嗯，腿麻了，上个卫生间去。抬到仓位，不是好的，好多的。坐久了。我也热的不行。脚腿，怎么说呢？这脚腿又绷上没谁，还有肚腩骨。现在有没有好点啊？现在没有啊，你现在可能走了，那个肚子又不太大了，太大了。然后想要吃哪回来？想要吃哪回来？在家待冻下来。那次那你别来。哎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八十八。八十八了。他挺没劲。哦。他这小。他都八十八了。哦。别叫奶奶了，呵呵，不能叫阿姨了。哼。四五代人了。嗯。我太多了。俺家妈也不要四五代人，俺也做太。嗯。你这个阿姨，你七十多岁了。我七十。也看着不像哎。看不像，我得洗我眼睛好。哦。有点不舒服是吧？今天马上停，对吧？这为什么今天已经这样了？嗯，人不老现在直接回家是俺家大哥家的小孩，就跟小孩子。都些老太不咋的，人不老也不显老。好。我给你就不穿了。我说等会儿就坐来嘛，又要睡觉了。那个冬天的，那现在那转转转出来，那转掉那之前，那冬天的呢？
没有上厕所。哦。明年一路小费差成多少钱？要搞一顿。好了。不能睡太饱，你这个。那就我们先上个卫生间吧，稍微等我们一下啊。让我们来找纸。来给我剪啊。走这里近一点，我们上个近一点卫生间。你不用去。这个炉。